真的有蔡依林树，就在金城武树隔壁。金城武曾为航空公司拍摄广告，喝茶时所做的那棵树被民众封为金城武树，因此声名大噪，出行博朗大道当地观光。蔡依林日前赴台东旅游，曾在一棵茄冬树下拍照留念，粉丝玩笑一句是蔡依林树哎，不料金句成真，台东池上乡公所真的将此树命名为蔡依林树，引发粉丝热烈讨论。也有人担心自然生态会被涌入的人潮破坏，呼吁民众要多加注意。